很难想象这是他们发出来的声音。这不就是男生们都很喜欢的夹子音吗？就怕他突然来上一句：“姜子牙，好久不见。”哎呀，你看他挑衅是吧？我过来。这幸亏当年不是他去诱惑的纣王。到底是谁教你这么叫的呀？这要是让我遇到，我能笑抽过去。没送孩子去上学吗？这么大了还不会和同类交流。他上辈子怕不是个唐老鸭吧？小狗，我承认我的调子起得有点高了。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到海豹的叫声，真怕它下一秒就又出来了。狗，找不到，根本找不到。当和一只不成熟的狗子生活在一起，我宁愿相信这是防盗窗发出的声音。咪咪，咪咪，咪咪！狗子不小心被电网电到，差点给驴笑岔气。只狗子突然走到电网前。以为是个 vocal， 没成想是个 rapper。这深沉的低音炮得迷倒多少小母狗啊！渐渐的，我的笑声也跟上了他们的节奏。看之前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叫声。看之后，六。叫得跟拖拉机打不着火似的。